吐出来，没事。喂，喂，喂，你好，你在哪儿呢？小飞他醒了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，啊，快点。好，我明白。好了，行了。啊，这怎么样？行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。那你先帮我照顾一下，我还得出去一趟。 做些自己啊，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？我心里难受。好了，都怪我啊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怪我。吴婷家属，吴婷家属在不在？吴婷家属，我得去一趟。你别走。 别离开我！我马上就回来，啊，马上！吴婷家属，吴婷家属在不在？你老婆需要输液，赶快去交费。 已经过去了，心停在哪儿？这么久了，该说什么呢？现在该去哪儿呢？家的门已关了，还能有温暖的地方藏什么？ 你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得不到，你谁都想逃跑，注定和谁都好不了。你其实都知道，别说你做不到，错怪犹豫当解药。 圈套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小飞，小飞，小飞在吗？他在医院。他怎么了？他喝太多了，远远把他送医院去了。 在中心医院，你感觉好点了吧？好一些。以后别再干这种傻事。 去见他，那个帖子真的不是我发的，是刘颖发的，我已经让他删掉了。我不管是谁发的，这事情是我引起的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你好好休息一下。 我马上回来。你还要去见他？丁，就算他是你的敌人，可他现在已经遍体鳞伤了，我去看看他不为过。那也是他应该得到的。你说他伤痕累累，我呢？我的伤。 都是治病。愿意伤害你的人是我，是我，你别搞错。是他。
你怎么还能要求我对他善良？是我，阿妈，我跟你道歉，我跟你说对不起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去见他，我不要去。你要是去，就是对我再一次伤害。我控制不了自己。其实现在最难受的是我。